今天准备搁要来台北办代志，当然代志办办的，好料的嘛是爱吃。我一间碗面算是介好吃的哦。我感觉伊应该算伫全光市场可能伊上好吃。全光市场内底上好吃的哦。都是外口这外口露天的吃。你讲，伊是咧讲迄个双城街遐吗？系啊，迄条就是属于双城街啦。哦，所以伫遐内底算上好食的蚵仔面线。我认为啦，我个人的口感，我嘛感觉伊的迄个蚵仔面线真够好食。哦，了解。因为司机介绍，所以来双城美食街食蚵仔面线。这条街啊，是真侪上班族来解决中道堂的所在。大部分拢是小骨大碗，啊，够好食。阿甘食堂嘛是真有名呢，人嘛真多呢。这由于跟一间我爱食阿金爱华公熊。我刚才我吃回炉，这是晴光的蚵仔米粉，用的是大家蚵，做好吃呢。我最爱来吃这间呢。因呐，蚵仔米粉呐，佫有真侪小菜，五十年的老店咯。哦，啊，这应该是小笼包吧？啊，那冻甲像石头。只要日本色的哦，咖啡红茶原味美食哦，这间叫香土原味美食，这阿妹爱麻油鸡啊，这间的地瓜捌来吃过，做好吃，比阿英的地瓜较好吃。今仔的目标是这间蚵仔面线。不过我们可以来去四季春春的买啊吃来吃，正面更好吗？罗宋汤太重，我这是人家外面叫的，是吧？外送的啊？啊？自己做的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说这个是外送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先做起来，先做起来，好好，先挖饭，不然我都会来不及。好，先挖饭，要不然会来不及。这档摆伫龙安街甲双城街口，一些加的是双城美食一条街的入口。啊，这档咧卖天津葱抓饼，天津葱抓饼，日时来摆，到了暗时阁换另外一批人，后来今晚换来吃咱的面线。原来这间面线叫做情怀，1962年开始哦。啊，这边吃爱叫排队哦。面线甲伊那里寿司排做会卖哦。大碗的哈，大肉冬。蔡老板，哇，面线。对。综合的同啊。姓王的哈，姓王的干么事？姓王，我要综合啊，系啊，我是同我姓王的哦，你好，做啊好。收综合，大对。综合是有啥物？大肠跟蚵啊，好不？大肠跟蚵啊。哦。还佫有别项吗？正常的四样选两样，哦。四样选两样，我要四样都有嘞。四样都有，要加钱就好了嘛。对，没关系啊，系啊。四样都有，看你好。用大碗的装，但是你不要用，我不要那么多面线啊。还有什么？花枝肉羹。花枝肉羹哦。哦，还有什么？这四样而已，花枝肉羹、大肠鹅啊。哦，大肠鹅啊，这样哦。干面有大肠，然后肉面是大的。两个都大的。辣椒呢？辣椒要。香菜也可以，好，香菜好，好，丢下你，谢谢。我来要上过来啊，大部分人拢是吃米线，我配伊迄个四喜的罐啊，这是综合的，这花枝根，
瓜汁羹块，你可能是肉羹、肉羹啊，啊，搁有蚵啊，啊搁大肠，安尼总共是四项。来哦，哇，安尼食了足饱足个啦吼。啊，台湾这间是常常日本人来吃，日本人足侪来吃。他妈的好臭！来，吃看好吃无？我常常家己一个人吃，安尼有亲像孤独的美食家无？我安尼三不五时啊，嘛常常去发现着真正的美食。一般在办公，而且。综合的面线大部分拢是肠啊，加着这啊蚵啊这两项，啊用的是红米线，红米线才会当久煮烂，因为经过焦糖化，所以煮啊久也比较紧，咱就对了啦吼。当然，但是办完爱来登楼。